住户齐喊123123，何力使出全身的力量，以肉身挡住了防水闸门。因为瞬间的豪大雨灌进了地下室，地下停车场里的水迅速的淹上来。由于住宅大楼临近左营海军基地，住户向国军求援，国军立即再来沙包和抽水机支援，先在防水闸门外筑出一道小堤防保护里面的防水闸门，住户在合力咬干中间的积水。开心哦，谢谢他们，忙完演习还要忙救灾，他们比较辛苦。是，谢谢。你本身有车子在下面吗？我不是住户。哦，你不是住户哦。我是住户的朋友。哦，你也是过来帮忙。对对。大家忙到全身湿，已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这是位在左营桃子园的新建大楼，在高雄上午的暴雨下，整个桃子园的道路淹成了黄河，车辆开过激起大量的水花，积水迅速上升，灌进了大楼地下室。有的住户担心成了泡水车，立即把车停在车道上。像6点7点，我看下来已经看到有淹水，但是没现在这么严重。刚开始的时候是，但是太早。哦，这样哦。然后管理室他有广播。哦，有广播。是。大家都马上。哦。还好在住户同心协力及国军的帮忙下，阻止了雨水再灌入，成功救援了地下停车场。不过住户合力撑起防水闸门的这一幕，也让人见识到瞬间暴雨的可怕。东森新闻洪宝清、林于信在高雄报道。